比安妮娜美组合更加无脑，无限火力极限压制流，对面只要敢吃冰就得被带走，根本就没法兑现。众所周知，无限火力模式正上线了国服，而说起这次无限火力最强烈的套路玩法，现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基尼泰美组合。而下面这个组合比基尼泰美组合更加的无脑，因为这个组合从一级开始发力，压制力更强，那就是女枪加娜美的七枪组合。因为在之前版本更新时， AP 女枪迎来巨幅加强，E 技能的减速和伤害提升， Q 技能 AP 加成提升，这将 AP 女枪成为一个偏主流玩法。而在无限火力中，女枪加娜美的 E 技能，女枪一个 E 下去就能触发三层娜美的 E 技能，并且还能触发两次卢登的伤害，这将女枪的伤害到达了完全看不懂的层次。再加上超远的攻击距离，对面根本就没法兑现。下面来说一下这个玩法的出装和天赋。女枪娜美出装都是卢登、影焰、世界、帽子、法穿，因为发电机前期的伤害很高，可以快速打出优势。天赋的话推荐黑暗收割、恶意重伤、眼球、寻宝猎人。娜美的天赋则是以艾莉为主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套路的前期压制力是相当的无脑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这个套路跟基尼泰美组合哪个更强大呢？